轻松。很放松的端坐，眼睛轻轻的闭起来，只要用心聆听就好。我们的生命就只在当下，一吸一呼之间，你能够掌握的就是当下这一吸一呼。所以过去已经过去，未来也是只是一个概念念头，你真能够掌握的就是现在当下。不要管过去，不要管未来，真能够照顾好当下这一吸一呼，你就能够把握现在。你能把握住现在，您就能够把握住永恒。如果你没有活在当下现在，那你的生命就会活在虚无缥缈之中。活在过去与未来的梦幻之中。前几天不管修得好或不好都已经过去了，前一个小时不管做得好或不好都已经过去了，你的生命就在现在当下。好好的清楚觉察当下这一吸一呼，不要管昨天做得好不好，不要管今天早上做得好不好，
不要管前一个小时做得好不好，因为那些都已经过去。回到当下来，回到现在来，清清楚楚的觉察现在当下的一吸一呼，不要瞻前顾后，不用去忧虑什么，不要患得患失，那些通通放下。很简单，很单纯，就只要放轻松的活在当下，觉察当下一吸一呼，打坐很简单，您就只要放轻松的觉察当下这一吸一呼，几分钟前做得不好，心散乱，没关系，归零，不要去理会，您就只要回到当下来，您的心能够清楚觉察当下一吸一呼，这是身心对焦，而且你的心也逐渐的安定下来。注意力可以从最初放在鼻头、人中，进一步
转移到腹部丹田，可再进一步放宽到全身，各种念头起来，不要理会它，觉察到就放下，马上回到呼吸。不要理会前几分钟做得好或不好，您就只要很单纯、很放松的觉察当下一吸一呼。如果你放松到全身，您就清楚地觉察当下身体随着呼吸在膨胀收缩，膨胀收缩。如果觉察不到全身呼吸的膨胀收缩，你就放在腹部丹田，吸气的时候，丹田以及全身都会因为充气而膨胀，呼气的时候，丹田或是全身会因为呼气而稍微收缩。呼吸的快慢，让它自然，不要去操控，操控你会形成憋气，心胸就容易闷。有胸闷或是绷紧的情况，提醒自己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
如果昏沉或是杂念很多，那你就慢慢的深呼吸，打坐，很简单，懂得要领就很简单。有正知正见就很单纯，不要贪求什么境界，不要贪求什么禅相，只要很放松觉察当下一吸一呼，呼吸的频率让它自然，心跑掉了不要责备他，拉回来，用爱心清楚觉察当下的一吸一呼，一吸一呼可以让你心安定，也可以让你逐渐的醒过来，可以让你逐渐的开发禀觉。一吸一呼也可以让你见法，开启法眼，开启智慧眼，寒山明中生生苦乐皆随风，钟声一声一声的响起又过去，让我们的过去归零，放下，随时提醒自己，让过去归零，放下。不管你社会所经历的多么风光，或是多么的痛苦，放下吧。我们所能够活的就只有现在当下。
终生。终生是现在当下，再想起终生，在唤醒我们，醒过来吧，醒过来吧，活在每个当下，佛门里面所设计的终生，就是在唤醒我们醒过来，醒过来，醒过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掌握一个很重要的要领：清醒明觉的活在每一个当下。你要真的醒过来，你要真的见法，你要真的开启智慧，你想要远离颠倒梦想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要醒过来。而醒过来最得力的切入点，就是在每个当下，清醒明觉，活在每个当下。不管行、住、坐、卧、语、默、动、静，都要正知之，也就是都要清醒明觉。睡觉的时候好好放松放心的睡觉，但前后的过程动作都要清楚明觉。走路每个脚步都要清楚明觉，吃饭各种动作都要清楚明觉。你能够先掌握住这个要领核心，你就能够逐渐的醒过来。当你开发出明觉，你就能够逐渐的找到我们的清净本心。是有方法，有次第，希望大家好好把握这个要领核心。
各种动作，慢下来，慢下来，不要冲动。你越冲动，你越错失掉很多的可以开悟的机会。慢下来，柔软下来，身心柔软下来，慢下来，静下来，停下来，你能够静得下来，你的生命就会蜕变。从小到大到现在，你很难得能够让自己的生命真的宁静下来。把握这珍贵的黄金时段，让自己真的静下来，让我们的身心对焦，让你的心猿意马拉回来，好好的让自己的身心对焦，好好的和自己相处。好好的和自己相处，好好的爱护自己，这是要开悟、要见法非常重要的关键。让身心对焦，好好的爱护自己。